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Wan Des。哎，这一次想要把这张武道会触品的 Naba 拿来尝试使用一下啦。然后这一张 Naba 的形象非常的稀有啊。哎，有头发的 Naba， 那跟我们一般主观印象中的 Naba 那个凶猛的模样真的是有点差距啊，违和感满满，非常青涩的感觉。很有趣，虽然说卡面就这样子了，但是他的能力倒是很猛一下。队长技倒无所谓了，主要就是必杀跟被动，很夸张。OK， 必杀效果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，然后超特大伤害大幅上升，额外的 50% 攻防加成 ，nice。接着就是被动了，这被动是他真正猛的地方了。自身的攻防 70% 先 up， 然后必杀技发动时攻击再加 70%。再来，受到攻击时，攻防 40% up， 最大 80%。接着最后的一点，高确立攻击 78% up， 然后全属性攻击防御，然后在这一边做总数加成，全部触发到完最高状态，攻击加成可以达到 520%， 非常的恐怖。然后防御加成也是有 206%， 但是这一边最重点的其实是它的最后一条被动了，高确立。全属性防疫就是这一个嘛，虽然说高确立是 50%， 但是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蛮足够用的了。它最大依赖的地方就是这个它的防疫能力。只能期待一下它都看之后可以把这个高确立改成超高确立吗？嘛，不知道到时候的环境是怎么样啊。轮到它都看应该是相当相当久之后的事情了。不过当然是这一边就足够了，520%。配上10000点的攻击三威，哇，可以打出相当夸张的攻击力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潜能点我个人是点了15连击跟6连6彗星啊，主要是为了把这个攻防大幅上升给完美发挥出来，这样子。个人推荐点法是这样。技能一方面就是我给了这个同意，level 3加300防御点，把我的这个三威这边推到8000以上，这个防御三威。比较安心一点啊。连接方面嘛，就普普啦，三个五，两个六，一个三。不过这个三的，因为现在是连不到这个精益的速度，所以也没什么关系这一轮。然后他最可惜的就是类别只有三个啦，纯粹赛亚人、恐怖的征服跟横渡宇宙的战士。好，队伍的话，其实看他类别就知道啦，横渡宇宙的战士 mix 我们的恐怖的征服啦。只有这一个类别我可以完美的把这张纳巴给发挥出来 ,170% 的攻防加成这样子。然后跟他做搭档的当然就是我们的纳巴维吉达。嘛，这才是我们习惯性的纳巴嘛。这个瘦瘦小小的那个纳巴感觉就奇奇怪怪的。然后这边连接的话是可以连到5条连接啦。战斗民族赛亚人残念，这个 Toughness Sensei， 然后跟压倒性的战斗力这样子。然后巴萨嘎的话需要血量 50% 以下才可以触发这样。然后这边就少了那个精益的速度，不过等到纳巴这张纳巴啦，武道会纳巴未来有都看觉醒的话，就会多一个先界突破，有气力加成。可是在目前为止没有气力加成，所以我就很需要这些普度来加气啦。 OK， 关卡就选择很简单的是龙族历史的 vs 强敌赛亚人、比较简单一点，也打得比较快。两个加工道具，大概可以检验得出这张卡的效果了。Yeah, ikimasu。然后那个回血代具也算是带着保险。那爸在初始阶段需要被打两下了，他才可以熊起来，因为他的那一个第三条还是第四条被动就是需要被打才能增强。这一边的话稍微看一下齁，这样子吧，简单一些。然后最后的隶属库啦是要移去下一个顺位的。OK, 明白吗？只是打到宿属的达列斯那边会比较麻烦啦，因为还有锁位置的机会。这个战斗也非常的爽。没有错的话是那一个技术的魔打的战斗仪来的，变身战斗仪，超爽。好的，98，哈哈 ，G 真的是很好用，辅助给力，然后又能看破必杀，
OK。打得慢一点，我的主角还没有登场哦。呀，这个的话，慢慢嘛，不需要登场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想看一下纳霸现在。不过这边有一个辅助，我们纳霸的防御力是七万亿，然后必杀发动后，这一边是没有额外，那么就全部就是靠着我们的这个。50%拉上去的话，大概是可以加多35000，就有10万的防御力了。在这个阶段，10万的防御力还算是相当足够了。然后被打两次的话，它可以多加80%。那边的话就可以去到206%，哇，这提升辅助从70到206会很高，哇，196万一个辅助，196万，十个，相当不错哎。在武道会的角色里面，这一场应该是相当给力了吧？目前这样子目测下来的话，想想一下啊，像上一张的悟饭，那就是防御无敌嘛。然后这一 round 的纳霸反而是攻击能力倒是蛮上升的，因为那张悟饭都是普通，普遍是处在大概我算一下，百处万左右吧，一百万上下。哇哇哇！可以有哦，蛮猛的，蛮猛的。可以，这边先顺一下。纳霸打纳霸，不过这个纳霸应该是撑不出我的纳霸在上场，有头发的纳霸再次登场，这样子。OK， 哇，防御力真的是要被。哇，这个体属库拉的猛就是这么的夸张了。这个体力要留多一点，那个组织。啪，19。因为没有加气连接的关系了，那个就比较麻烦一些。看一下就解决。OK， 美吉达这一边他也是克数，不过没关系。OK， 这一 round 有必杀，不过就，让我们的素纳霸去扛好了，毕竟没有被克数嘛，而且是开的，不管是必杀还是超必杀都可以有攻击上升。OK， 那么连接的话是1、2、3、4条连接，现在是还没有被打到，74000。OK， 上一 round 的攻击是190万，这边会被打一下，就会额外多加40%上来，可以哦。就多么的啊，哪里啊点哦？算了，都已经点了，还能怎么样？我想要点那三气，结果点到一气上去，连击啊，没有，这个就失误啦。不过这边的话是没办法让纳霸的50%被动给那个巴萨嘎的那个连接给触发出来，因为血量低过50%的时候，他就会交替成北极大，所以我是要压制这血量，不能低过50%，不然交替过后那连接就直接残念。OK， 这边就。随意一点吗？哇，亚飞，那么这一轮应该是美吉达也撑不过去了，被这个体库拉这样敲，我戏马杀样，埋话，不死就可惜了。应该说刚才是附件混马来文。嗨，这边的话就是啊，果然锁位置有没有？我最讨厌的东西就来了。呀，这个的话，这边剩下一个残孽啊，也是 OK 了，刚才上一 round 被打了一下，就变成是99000的防御力啊。至少是没有被克数了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一边就先带过去先好了。
连接没满的情况被打多一下，可以全力发挥的攻击。两百万，妈，连接太差吗？才只有两百万，227万。嗯，哎，感觉是不错，可是好像不太够啊。不过有去到220万倒是还不错。哎，那个是有没有触发的全属性防御啊？哎，刚才忘了注意一下，有触发全属性防御，那么才有520%的攻击加成。哎哎哎，哇，62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是扛得住。右锁，你这混蛋又在锁，呀呗，我真的是，我就说我最讨厌这个打猎师了。虽然说这个关卡很好打啦，很轻松，但是被打猎时所谓什么的真的是超级烦。啊啊啊啊啊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可以可以把它给干掉了。嗯，虽然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才能把它给顺回来了。 OK， 这边的话就用它的残念，然后靠着这一张波杰克的辅助来把我们的这个数值给拉上来了。现在是有14万的防御力，这个是两张辅助，如果是没有两张辅助的话，扣一扣的话大概率是可以去到12万左右吧。 OK， 12万左右的防御能力，然后没有任何的攻击加成。看一下等一下他的那个全属性防御有没有触发到来，这样才会有那个额外的78%。啊，还没有，没有啊，这个就没有的。这个是239万，这么说就是比较普通一点。200万是处在没有加成，没有额外的78%加成。哇，少了那个78%的话，哎，整体的加成其实跌了蛮多，因为还要算计算一个那个详成出来的数据。嗯，倒是有点可惜。没关系，等下再来尝试一下，看它可以去到多么的高啊。这个样子吧。 OK， 我们的科拉尼奖快速的把它给干掉吧。科拉尼奖哟，少掉了我们的那个 Boss Carry 的 Link， 直接掉伤害掉到300多万去。可是因为有一个连击存在，还是一样的凶猛。好，24000，轻松轻松。Jeez， 啊，不过打得好像有点快哟。进入啊啊，这个是要被要被要被，有点快有点快。不过来到这一边算是 OK 的吧。来看一下12万啊，果然少了。刚才因为这边库拉的那个辅助是吃不到的，所以他就剩下了128000，刚才是14万左右嘛。这样计算来说还是没什么错误。到这一边，嗯 ，OK， 开一个招吧，主动技。新生児の身を食べ続けてきた俺に勝てると思ったか？哎呀，变大只喽，嗑药仔。勝ちだな。哦，来了，勝ちだな。嘛，这边的话就希望，因为他这边是本身就克属，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把那个高确率的全属性防御给发出来了。就看看吧，加一马斯，还有289万哦，死的！如果再加上两个攻击加成道具的话，哦，那个数值我想想就可怕，觉得。那你下一回合我们的那个宿鼠的那发就会回来的，等下我们来看一下。哦，连击了。嗑药仔就是不一样。嗨，好的啊，死给哦，哦，三连击，有没有搞错哦？我才给他一个2点的连击，我没记错的话，镜头他都可以撞出来。2% 的几率，你给我去撞抽卡的头奖好不好？那个 big up 5%，哎，10% 进中 big up， 这个哎呀，2点只有4%，刚刚好啊，可以进入那个 Big Up 的那个列表。
哇，三连击，哈哈。啊，哦吼，还好。然后这边要赶紧的吃一个回血道具，不然下一回合就亚呗。因为等一下又再上场的话，啊嘛，反正都到这边的话，就直接两个加工道具，这样就是45哈。这一赛的话是无所谓了，这一赛是无所谓。OK， 我们要确保另外一赛可以完整的发挥就是了。还哇，912万哪里可能？哑巴可能？918万 ？What？ 两个加工道具就是这么猛 ？OK OK， 有先攻的话，这样我就可以。哎，可是这朵，对，我想一下哈，这个样子。欸，可是这样子的话就看不到他到底有没有触发了啊，这样子好了。可是会触发都看过了，这样这一 round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啦。然后加工道具全部有 OK， 现在的话一个辅助，然后连接四条，180000的防御力哦，然后开了必杀之后还有 extra 的 50% 加成，这样的话是可以去到加多一个90000，270000左右的防御能力啊。这边当然是因为是有开了这个布马的话，多了20%的关系。这个样子哈，那就直接上吧。最后就是配合这朵看稳来感受一下，然后最后来看一下，把这个嗑药仔的主动技给用掉。新生児の身を食べ続けてきた俺に勝てると思ったか？这个主动敌人很喜欢。俺の勝ちだな。まあ。好，就是这一个样子啦。然后来看一下下。哎呀，没有触发到。等一下我过后再另外补上。哎。Spark game。呵呵，347万，刚才忘了看，两个加工道具347万，可惜他的那个78%的高确率没有触发到，不够完整。不过好像有机会吧。如果下一 round 的话，我不让他们，或者下一 round 不触手，有机会不触手吗？两个加气辅助好像是直接满气的，不是？哎呀，好像没有什么机会再拖多一回合。他已经布罗利已经剩半血了，而且这个嗑药仔真的是嗑了药，就俩起来打。直接满气，没有机会，好吧，没机会就算了。那么就结束掉它吧。OK， 938万，一如既往的凶猛。哦，这个是最高上限的938万，已经去到顶，被动跌到满。太动，轻松，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吧？这边，刚才我让库拉合体的话，可能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失误了。OK， 我问题不大了嘛。这大致上，那霸的能力，这场武道大会大会，不是那霸的能力基本上是已经看到了啦。非常非常的强，攻防能力都相当的优秀了。以一展武道大会的卡来说啦，他确实是优秀的。可是要站在众多线卡中竞争出一个位置的话，那就有点难。只能期望一下，到时候他都看的时候会给他增长什么能力这样子。
OK， 这一张武道辉那霸我就再次拿出来尝试一下了。现在已经是被打到两下了，所以那一个80%的攻防加成已经触发了。那么接着最后就是要看一下高确率的那个攻击78%会不会触发出来。那么就先给他两个加攻道具25%，然后这个20%的攻防，然后条件当然是同样的啦。那霸那霸，然后一个辅助这样子，加。いきます。高确立お願い。はい、有。ほほ、483万。哦、これすげえ。虽然说他面对到的敌人是克数的，但是480万真的是很夸张。可以可以 ，OK， 满意了。好。以目前的能力其实已经是非常够用，只是输在三维外了。如果三维稍微拉高一点点，它会更强。我现在在想要不要把他的那个技能组同组啦改成500的加工，改成500的加工的话，这样子的话它的攻击力会更加的凶猛一下啦。嗯，再考虑看看。OK，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，谢谢。じゃあまたね。